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瑶。嗨，我是艾希。艾希，我问你哦，你平常会和另一半一起去运动吗？会，我自己是喜欢重训啦。那我觉得男生可以帮忙，就是女生做一些轻量的重训运动，其实有助于燃脂。而且男生可以帮你矫正一些姿势，比较不容易放弃。啊，对对对，觉得好，我一定要表现好给他看。我是一个很懒得出门逛街的人，我通常就是比如说下班回家，或者工作的空档，我就会拿手机里面玩，所以我有超多的购物的 APP。可是我其实非常爱用虾皮，因为很常会免运费或者打折。而且它推新品速度又很快，很快，蛮方便，我觉得超好用。我自己是每天都会打开逛一下，就除了运动的东西之外，别的东西也可以买，也会买，连日用品都可以买。对啊，我也觉得真的还蛮推荐大家使用的。